姐姐要来吃被意大利面耽误的薯条店的薯条啦，太烫了。加点番茄酱就不烫了。好，很聪明，因为番茄酱可以降温。好不好吃啊？姐姐，你觉得这里的薯条比较好吃，还是麦当劳的薯条比较好吃？麦当劳。你觉得麦当劳比较好吃？啊，很粗，很粗哦。那你喜欢细的薯条哦？那如果这个细一点的，我觉得两种都好吃。你觉得两种都好吃啊？我觉得麦当劳比较好吃。是哦，真的假的？爸爸觉得这里的比较好吃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。好啊，谢谢你尊重爸爸。好啦，啊，弟弟怎么吃？吼吼，你想要再多加一点番茄酱，你这样会不会加太多了？啊，那我要来吃啊，可以。